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特别企划《闽南狼人杀》第二集。我们今天要来狼人杀谁呢？大家都知道，十二月底我们要推出下集的中国统战纪录片。那在纪录片推之前呢、通常都会有一个预告片啊之类的。像是电影要宣传之前也会推个预告片，给放个几分钟，放个几秒钟，让大家过过干瘾，对吧？吊吊大家的胃口。那我们现在就要马上播出这段预告片，或许这段预告片播出来之后，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这么急。村长，然后那个村长，张家村。市议员，这个东西如果是牵涉到纪委的话，你赢的可能性非常小。是吗？纪委的话，很多东西是估计都没人敢帮你做。估计都没人敢帮我做到，是吧？因为纪委权力很大嘛，他们背后是当地的纪委，所以我觉得。妈妈确实是。看完这个预告片之后，我也不多做评价，反正这个是跟海峡导报的决策委员的录影档通通都有，欢迎你们继续辟谣，反正我只是放出一部分，我可以继续再放，我还可以继续再观察还有谁继续很大力的鞭打，我这边都有，我都可以慢慢放，反正我现在都在设局，我这些坑你们赶快来跳，求求你们来跳，我们才能玩闽南狼人杀。总之这整件事情越来越好玩。张总，我们哪里见？我们海峡导报见。今天的影片到这结束，喜欢记得订阅，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，赶快把这支大型狼人杀的影片分享出去吧，下次见，拜。